接着明白，爱需要关怀。其实我也害怕被你伤害，经常对着电视机发呆，可我依然相信我们的未来。也许你不明白我给你的爱，永远不会放手，也不会离开。不管今后的路有多苦，我也会让你感觉到幸福。你就是我这一生的支柱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的一项嘉宾就是。那饭啊，弄些盖饭来放的。我今天我也很好吃。炒番茄嘛，那边的没炒番茄，炒番茄，韩国炒番茄，炒番茄。哎，这边你呢？我不要了，我哪红薯没有？我这有个盖饭。没有。